好好吃哦，巧克力的很浓郁啊，那个味道在嘴巴中化开，它酒味并没有那个，它就是有提那个味道，它确实酒香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厌世甜点店》，我是大白，我是 Taco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进行金舌头的户外版企划，这个企划我们要来试看看大家的口袋名单的推荐。发财了，发财，发财了，发财！试看看路人推荐，或是店家他们推荐，我们就直接去试看看。我用我那个拍过美食节目的角度，然后来帮大家赏析看看。他可会用他犀利的毒舌头。哎，没有，我只是讲话比较直一点。比较直一点，但是我们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毒舌头，对对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好，那我们 go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点，听说是网红开的。甜点店，对，中南街南港第一名店，第一名店。好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？给冷哥手做甜点，会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在自省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跟这家店没有关系。这家店其实是南拉口跟多多合伙开的甜点。啊，我们今天好，为什么会来这边？主要是因为白嫂，只要我来拍摄，他都会一定就是拜托我，就是买给冷哥的，带其中一款回去。啊，那个吃这一款，没错，其他的都不买。对，其他不好吃。也不一定，他最喜欢，他最推荐。我们今天直接试那一款就好。听说他就是可以媲美日本六角亭，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蓝姆葡萄夹心饼干，直接试看看好。没错，我们不会留情的，我们不会被多多轰出来了。Hello， 你好，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稀客，多多，稀客稀客，欢迎欢迎。我们今天要评鉴你的东西，对，这是新的公主妹妹啊。Hello， 请问单身吗？我想要那个蓝姆葡萄夹心饼干，全包吗？八个。我们难得来，你们是自销吗？才我们包。你难得来，不多带一点吗？我们两个吃一个可以吗？不行，内用有低消100块。两个蓝姆葡萄夹心，再加一个布丁，这样子刚好200。那来190哎。好，那这样子各两个。这有个口哎。大家有觉得很熟悉吗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年在录影的时候的这个场景。对，第一年很困难，所以就是直接拿这个电影趁他们收工的时候去拍。对，还有人以为我们在废墟录影，有点困难。设计他们定下废墟？没有，装潢，这装潢了，因为我们只带局部了。你看那个像废墟的，但其实店里整个是有一点像这种工业风，不是工地风，是工业风那样。老板娘，我们的甜点好了吗？好了。坐来开，我们来开箱吧。我是第一次吃哎，我之前都没吃过。是从冷冻中拿出来的。对，听说那冷冻那个口感是最好的。它这个馅这么厚，超厚的，比我的眼睛还大。哎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怎么样的好吃法？葡萄干应该是用朗姆酒浸泡，很入味啊，应该感觉泡一天以上。它饼干也很酥哎，确实有一个酒香味，没有酒精浓度了，但是有酒香。觉得是好吃的。你有吃过那个日本的六角亭的吗？现在还记得它的印象有什么？其实应该已经好几年前了，应该不会输吧？我觉得香甜度和酒的浓度，还有这个口感都蛮不错，饼干也很脆。我自己因为不太吃甜，所以它其实甜味是你如果是一般都喝无糖饮料的，可能还要再配一些茶。我觉得有一种成熟的一种感觉，就不是小朋友吃的甜点。啊，老板娘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是要请你推荐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私藏的口袋名单。我喜欢那个柯老二蛋黄酥，确定是甜食的哈。可是我还想要再推荐一个，它比较特别，就是它不是一般的甜点店，那个叫做蘑菇芦笋做松露咸派，哎，我觉得很一甜一咸，多多的口袋名单，我们来检验看看。好，够。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景，不是景点，景点，點我们在度假。我要去柯老二。新企划的第一集就遇到了入冬以来最大的寒流，真的是冷得要死，干、不对，刚好可以补充一点热量。风雨无阻，粉丝福利时间，开车的大白，有人要看这个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就是驼兽工具人，之前服务南拉口，然后现在服务我。天气好经过的话，其实是会闻得到那个
蛋黄酥的味道。对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去先跟店家打招呼，我们也不知道等一下他能不能给我们拍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的工具人大白他会先去接洽一下。有内用吗？没有。他说可以拍，我们先买蛋黄酥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哎，有什么口味？这个是咸酥，就是豆沙的有葱酥，然后有蛋黄的。这个是枣泥的。两个乌豆沙。因为这一家的店员啊，他不是老板，所以他不好意思推荐其他的店家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找了会来买这一家店产品的路人，来看看他们有没有推荐什么。然后大白一样，现在正在接洽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对，卤肉，对。好，现在来开箱。我买到了柯老二的蛋黄酥，上面的蛋液涂的蛮光滑的，蛮漂亮的。然后有香味吗？其实隔着口罩就可以闻到香味。我看一下它火面，我先看。我觉得就蛋黄酥，没有啊。有些蛋黄酥它可能会一层一层，吃起来在嘴巴会有那种残留的屑屑感，蛮酥，但是它会整个就是松散，就是化开的。那如果一到十分，你给几分？应该有七吧。如何？这个它就现在讲它酥，就没有那个一层一层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给六分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到下一家去吧。三块糖，对，那它的什么品项你有印象吗？蛋糕，同事是不太爱吃奶的，但他这一款是他可以吃。欢迎收看 VS Media， 我是戴斯老苏，我是风狗编。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，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，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，拜拜。现在是去三槐堂的路上，哎，没有业配，这个 logo 先转掉。欢迎各大茶饮来业配，要不下次要拍喝一堆茶吧？只要有钱，尿我也喝。来哦，来哦。我们的工具人大白好像迷路了，看 Google 还能迷路也是不容易啊。站长，要从这条巷子，它显示好像是往里面走。好，走前面啊，小心镜头湿这样。不是小心我。以前在这边住过一阵子，我好像也没有来买过。这里古色古香的。在拍夜市甜点之前，其实我很少去吃甜点，所以这种咖啡厅啊，我可能通常只会去 Starbucks。趁这一次刚好就是有机会可以吃看看。老板感觉蛮低调的。我想要那个招牌的起司蛋糕。哦，口味是有很多种吗？现场只有原味的，现场其他的口味要预定。那我两片，两片。好，那因为老板比较低调一点，所以他也没有特别推荐或想要讲解什么，回车上去品尝一下，毕竟不好意思直接在人家面前讲好不好吃。我们会把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车上了，先从包装好了，看起来就是比较简易的外带的包装方式，外观就是看起来就是一般的起司蛋糕。它虽然是重乳酪蛋糕，但是它口感真的比较清爽一点点。老板那时候好像说它也是有70%以上，饼干底算是脆脆的，没有软掉，我觉得还行啊，以70块来讲还 OK。我觉得它的卤味顺口的，就层次上还好，但是它的饼干底跟它的卤酪搭配是一致的。70块的这个价位买到这样的东西，我觉得 OK。OK OK。对 ，Taco， 你觉得你会给几分？7分吧。我也觉得差不多7分。会怕乳酪口感的人可以试看看，但下一个老板没有推荐。多多刚才其实有分享两个，可是我还想要再推荐一个，那个叫做蘑菇芦笋做松露咸派。好，那我们去吃看看那个咸派。咸派，好，对，好 ，Go。好，我们已经快到咸派的地方了，是这里？好像就是这个吧，看起来很高级耶。
会不会太贵？平常多多是吃多好啊？看起来是高级的法式餐厅。哎，我先过筛面粉，可以帮我打发一下鲜奶油吗？哎，鲜奶油，今天不太方便呢，你下次再来。我们松露咸派它没有单卖，是会提供给就是做 SPA 的客人的。哦，所以这边是 SPA， 这是 SPA 馆。对，我们这边是 SPA 馆。哦，对，可是，那可是我们只想要点咸派，有办法去直接点咸派吗？这个我帮你先问一下我们的主管罗小多，不然我们做个 SPA 自肥报公司账，那那口用不到。这是我们的主管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推荐你们家的咸派。我们的咸派呢，是否3500以下的消费呢？但我听说，如果真的想吃的话，是可以订得到的。单价是就是一模，就是大概8寸10片。我们大部分都是出冷冻的，做完之后我帮你现切成10片。一整块是多少钱？850元。那你帮我们准备2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，麻烦你。好，谢谢，好的。那多多推荐的美食，芦笋节瓜佐松露咸派，看起来 还不错。老板娘一直在旁边，害我有点紧张。没有。我们先去看一下，里面馅料其实是蛮丰富的，而且松露撒得很阿莎里。老板娘不要一直盯我们啊，我很紧张啊。第一口是松露的味道，很浓，然后蘑菇的水分和节瓜。吃起来还蛮湿润的，有一些咸派它会很干，然后很硬，但是它口感是比较水嫩一点点的，但是派外面还是脆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很香哎，松露跟蘑菇。不是因为老板娘一直在旁边，不是。没有，我觉得真的好吃哎。我自己吃过的咸派没有很多，但我是很讨厌吃披萨，像我这种讨厌吃披萨的，我反而很适合吃这种咸派，它整个都是在吃馅，而且很多汁啊。体验一下贵妇平常的生活。这个我觉得带白嫂来吃看看。带白嫂来。但是这个消费我可能选择外带吧。给过，给过，可以给到8分。我也给8分。我想要问有没有推荐的口袋名单？个人蛮推荐的，加于是泥梅味的巧克力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试看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是才要讲真话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才已经是真话了啦。最后我们吃饱，然后再来吃一个甜点，是这家吗？对对对对。可能比较保护内用客人的隐私，没办法在里面拍摄，在外面去吃，或是到车上吃一吃这样。好，来，法式甜点。所以你买什么口味？它那个泥梅味的，叫做落水，这么文青，对，很有诗意，很适合我。啊，这个泥梅味。走了，我们到车上。哦，打开的。啊，很漂亮哎。哇。嘿，欸，超美。对啊，超美。你看它分层，就代表它其实口感蛮丰富的。嗯，然后刚刚讲那个泥梅味，就是 whisky 的味道。你其实刚吃下去的时候不会出现，但是呼吸的时候、吐气的时候，它那个味道才慢慢在你口腔中散发出来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巧克力的很浓郁啊，那个味道在嘴巴中化开。它酒味并没有那个，它就是有提那个味道，它确实酒香是有。我觉得这个单纯味道可能可以到9分哦，它分量比较小，单价不便宜，我可能会变成7吧。我确实一样，如果你单凭口感的话，它应该是今天我觉得最好吃的甜点，8分吧。你最推荐哪一个？我比较常会回购应该是给冷哥的莱姆夹心，在60。对，它是平常可能突然想吃点甜食，可以去吃一下的。嗯，但这个可能真的是，很正式约会，想要需要一个比较精致、有派头的。
对，但那个咸派我觉得我会订一整块，然后大家分十片这样子。对对，它可以冷冻在家，然后想吃再热来吃，對對對，好像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个金舌头口袋名单圆满完成。好，好，希望还有第二集，收视好的话，希望下次天气可以好一点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人家做是爸吗？我们是可以做的吗？这是只有女生才可以。可以找你的就是女朋友或是情侣，对，太太一起过来。哦，是。所以我们就是双人房的。还是我们要假装一下情侣？哦，可以不要。好，等一下吃看看就知道是不是那么厉害。为什么不要跟我假装是情侣？好美。有包袱，订婚的。有包，对，现在不能拈花惹草。其实我也不想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